这个都没事，老师傅鸡排啦，反正讲肯定我们的店，啊，你可以当这个教练啊，派我出去接，因为老师傅已经老啊啦，已经迄阵啊都七八十岁啊啦，啊，伊咧教，伊外口咧教，底下教咧郑信江遐，哎，我那遐教一阵，正话是我咧负责啊，啊，就是较伊年岁，因为已经有啊，要教咧脚步送啥拢也较无方便，啊，就叫我去。接入一个职务安尼啊，开始接上，因为我出事就是街头当小事业啊，哎，这个迄个家长世家来到来啊，接上我职工啊，啊，讲阮爸爸两个人来给我牵的啊，牵我起来，啊，我就是有迄兴趣来学遮，啊，就是有法度，啊，再阮的职工，阮职工嘛是讲对我的寄托很高了底啊，叫我下当来接上这个工作。担这个重任，啊，甲负责甲完成这个样，啊，都要传承下去安尼啊，一代对一代。无啦，即做囡仔嘛无讲做甚物工课啊，啊，就是伫囡内底厝内底，就是拢啊跳起来家长，阮爸爸、阮叔公嘛拢跳起家长过来出来。啊，细汉含阮这原先阮迄即辈子啊，啊嘛是拢同款安尼啊，而且伊这叫做从内底诶成长过程，就是拢是安尼啊，啊看啊看到诶啊这。我到一个到一个时阵，我十五岁，就那讲，啊，我有欠人，啊，那叫我落去，啊，我那自然开始学起来。十家长，但讲我八家长，我正目前哦，八家长我那都有十一个成员啦，我要出门讲十一成员，啊，你十家长，我爱十三个啦，因十三个是讲后壁落加一个迄落文武伴，文伴挂到武伴嘛，啊，我无啦。啊，其实因出庭，阮咧出庭，阮咧打咧脚步，哦，就是较武步就对啦。像拍正，阮做就像咧含双杠杆，像咧拍正过啊。阮咧打咧步数吼，那照安尼咧加因咧步数就那哦，较嫩，拍了过就较嫩安尼啦。像安尼，啊，就像我诶脚步一步，阮就定势打出来，较。有迄个力量，力气比较大，吼、哦，有搏得大，哎，面甲胸肝搭较好势，这就是坚固，吼、哦，就爱把这法术要甲坚固的，不要去较清气些，较有迄个华丽，较大啦。啊，这外面咧，其实阮是较无像人安尼较禁忌啦，啊，但是就是像你像安尼，你嘛是看阮咧外面，吼、哦，台湾。袂讲，互因较，我拢想互因较轻松一下。但是你若要出庭的时阵，我会互因啉迄个金口壶，哦，啊，政府较珍贵，啊，金口壶啉无，就是讲不准因去开嘴讲话。你开嘴讲话，再想你啉拍好完成了，就是你已经代表这个神尊出门啊。啊，你若是乌白开嘴，你若讲啊拄到遐迄个哦无形的险。啊，你这是假，较会甲伊侵犯。啊，所以咱来保持咱来讲啊，咱就是迄落吼，较有一个尊严伫安尼啊。你代表这个神出门，就是爱较有一个尊严伫。你若讲真正有啥物代志，吼、哦，真正讲有啥物代志的时阵，哎，我阿叔多想要去变数啥样？我头个天困的时阵啊，吼，你讲啊，我在创啥，都巴都不解说。你若是生日咧，啊，甲师傅。讲一下呢，细声讲一下，阮就等安那处理。啊，唔是讲啊，当然啦，咱咧出门就爱整队的迄、那个，大家拢爱保持这个迄、那个吼、喔。你想讲伊挂身上的符啊、送啥，啊有这基本上都爱先拔掉。去变所转来，你再过咧，咧阮的官署的路吼，啊个整整的，啊个安好势。你出去若无甚物代志，我嘛是袂用学白去学白发啦。除非你有拄着哦，然后有因已经是有甲因啉符水吼，啊，甲甲因出门就是说已经是入神，就是种代表这个神哦。伊会去若有看到这个无形的物件，伊自然就会起价去要处理啦。当拜灯的时阵，阮学家长了，较会调这个神尊呢，较来讲哦。即阵人性大事，就是阮家长的迄个主公，阮来服侍，所以阮来。啊，而且较早老的一辈，就是讲一人出主，
我钓这阵，我钓这阵，哦，安尼，啊，服侍安尼啦，啊，都，有阮那阵啊，钓的人诶，家长就是，像正安尼，人生大地，李父、为父，啊，李父，阮就是讲，李父就是表示讲，阮家长的将爷，讲李父大将爷，就是李父就是要管这家长，这就讲，伊那时出门啊，啊，讲出门就有甲交代讲，袂使骑着车，哦，袂使啊，啊，因那是无注意。哦，啊，都去食着，对着反应啊！反正哎，那些感觉，互你巴肚无爽快啦，还是安怎样啦？啊有一届就是像我当在乡口要到啦，啊一个，迄段伊也拄啊要去做兵，啊就想啊我不爱厝啊，安尼啊，啊三乡口三工，每一工你讲我不爱厝，就减一个人啊。伊顶悬遐就会去找伊啊，啊伊家己甚至伊咧困咧中间。都家己去感应着，惊一下就回来，佮规等这大人家讲，伊要出去，伊要出去安尼啊。啊，到底安怎？我是无去甲问较详细啊。伊反正说有去甲托，你袂使无事，无事减一个啊。我这是较少啊，因为大家阮遮出门上有时，阮即个遮个囡仔，大家拢遵守规矩的，也袂想含人啊有诶无安尼。啊，遵守规矩，就袂去有拄着甚物款物件。到底？哦，你来遮做家长，阮交代你爱哪做，爱哪守规矩，就是爱哪守规矩，安就是较袂有迄个问题。阮在出门，特地讲，你讲昨暗开始，十点以后你就袂使挂驾车啊。啊，这保持这咱的迄个出门个代表这生命嘛，所以唔通搁后壁来。阮这家长出门是熟悉，阮遮对阵的出去。嘛，拢含面同款，一日拢食素食。中风差不多大部分也是拢用素食的，啊嘛是人用车的，像像冰冻啥啦，嘛是用车来摆啊。我是袂讲去甲因控制到迄度啦。你讲要啊，都你咱个咱家己本来的迄个组织内底啊，咱就讲啊，咱爱守规个规矩，啊因就食素食，咱就用素食，啊人来摆哦，随缘就好啊，唔免讲一定得爱安怎。你要安尼，大家靠这个环境。然后就较少人来迄个参悟，哎，头尾拢固定，因为你看阮后壁啊，第一群家长，伊的面谱安怎，阮就爱照伊的面谱落画。注意的就是讲，伊若这，好像反正若这落定咧开始咧表演的时阵吼，都袂使有人安尼侵入啦。侵入就是讲爱冲进安尼就唔好啊，对这囡仔唔好，对本身也唔好。所以阮出门，就对阮这迄个对阵的这吼，拢护甲做好。边啊，就对方好，别唔忙好，别人之外，别人之外，你得咱慢摆，啊，因来摆，但咱特别较想我动，啊，听讲好，恁作妖怪，哦，嗯，按唔过，按得唔当，啊，你得弄啊，都对大家拢无好啊，所以阮下讲好教，尽量好教好，家己控制好好势，啊，到今年都110年，2011年，就得从阮做啊开始啊，啊，甲阮公啊，啊，阮叔公，啊，讲阮爸爸。啊，较传到我遮，过到阮孙阳啊，个人到我这代，过到可能无得哎，传到遮有兴趣的人要接班人。哦，你若讲我这内底的师啊内底，我看倒一个有较有法度，啊，就放互伊安尼。啊，嘛是要甲传落去啊。啊，我都会当做到几档，做到几档。我若搁会发动叮当，会当方行，我拢对调调。啊，这是一个迄个，那是一个责任感。你做生放互人呢，咱就家家打开，有法通打偌济就通打偌济安尼啊。啊，大家拢怎啊无法度啊？哦啊，高手哦，各位讲，学做一个讲啊，有较有法度的，较有能力的，啊来打这个档啊。